带你来看到一年一度的台大校友会在周末举行，向我们准备了相当多丰富的节目，一起同乐、唱歌、跳舞，甚至还有抽奖活动。那今年的主讲嘉宾请到了钟正明院士，精彩的内容让校友们收获满满。南加州台大校友会举办第43届年会，盛大热闹的场面，超过500位的校友共襄盛举，同时举办新旧会长交接仪式。他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再生医学及发育生物学专家钟正明院士作为今年的演讲人，以皮毛之道为主题谈秃头与美的认知，受到了热烈回响。我主要是想能够把我们多一点的校友再招回来归队，加入我们校友会，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多做一些与社会公益有关的活动。那还有呢，我们就是下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我们今年的双十节有一个升旗典礼，我们要在Orange County 举行。那往年我们都是在洛杉矶，那今年有一个在 Orange County 举行的双十国庆庆祝典礼。那这些个活动都是今年计划要办的一些大活动，还有其他一些还有我们很多的 seminar 哈，就是我们的一些座谈会啊，都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未来的一年当中，都有更多的杰出校友能够出来，把他们的所学能够回馈给我们其他的校友，回馈给我们这个社会大众。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说，干细胞怎么样诱导它形成不同的组织，特别是说以这个体表的器官作为一个代表，也就是说我用题目叫做皮毛之道，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皮毛之道就是它这个动物哺乳类的毛发，或者是鸟类的羽毛，它们的再生不但是受到伤害以后才会再生，事实上它们在生理的情况下，正常的情况下也会生生不息的再生。一年一度的校友会，校友们精心的准备各种精彩节目，青年团起舞、歌舞秀、古典乐演奏、千手观音、墨西哥民族舞，相当热闹。重头戏还有抽奖活动，美国亚洲来回机票、电视机以及现金礼卡，让参加的校友们都相当的开心。年会就在欢乐的气氛下圆满落幕。中望电视采访报道。